主料里脊肉250克，辅料鸡蛋清一个，盐、永春、老醋一大勺，地瓜粉一大勺，料酒一勺，味精、香油一小勺。准备时间30分钟到1小时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将里脊肉切成条状，用刀背拍过后，加入了永春老醋，用准备好的调料腌制30分钟备用。有条件的话可以提前一天腌制，非常入味。将地瓜粉加入腌制好的里脊肉里，将里脊肉放入油锅炸至金黄，起锅盛盘，加入少许葱段点缀。烹饪技巧，永春老醋是关键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